回去，因为一定要再讲。如果去这两个位置的话，起来的话就是会拍到脸，就是可能中途尽量不要起来这样子。
不少问题啊。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开始？还有人？哦，有人要致辞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继续问问题啊。好，各位同学，那个后面同学可以往前面移动吧？看。好，后面同学会往前面移动。好，那前面可以先坐满了，嘿。然后今天请唐凤委员特别过来做了这一场，我们说是最想听到的声音。好，那首先我们要请我们的大家长梁区域博士来替我们引言一下。那我们现在欢迎梁校长，好，校长再来了。好，好，谢谢校长。好，变成是唐委员要介绍我，是非常欢迎唐委员哈。那我们在座的同学也是一样，今天非常各位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这个现场。那我想唐凤委员有很多的传奇，啊，大家都知道。那今天早上呢，我把这份稿子放在我桌上的时候，我太太带着学生叫，她说：“哎，李雅清。”高堂啊，我不晓得这会不会年纪差得太大了，就是我们唐凤委员的妈妈李雅清哦。那当时为了这个小孩的教育哈，所以就创办了种子学院嘛。其实十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弄了一个幼稚园，为了我们两家的小朋友，但是只搞了半年了，就收摊了，太累了，因为我太太在幼教系服务，当时在幼教系服务。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其实最早的在六七十年年代的时候，那个有在所谓的那个什么现代文学有没有？现代文学那个时代，那一直到我们的民歌的时代，甚至一直到我们当爸爸妈妈之后，我们对于这种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挑战啊。我们总是会试着去想出很多办法来克服的。那这一些从现在的定义就是所谓的创新啊，创新就是如何让现在变得更好哦，这就所谓的创新。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呢，也请到唐委员哦，唐凤唐委员来跟我们讲社会的创新，以及这个企业的创新这一部分。那我讲委员的演讲向来都是很精彩的，那校长也不多占时间了哈。就请委员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对于社会创新怎么转到企业创新这个部分。好，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校长的致辞啊，然后也帮我们做了一个引言啊。那校长也很期待听这场演讲哦。然后，好，那现场我们还有。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好，那我们就现在就是热烈的欢迎，我们说最想听到的声音哈。然后他的声音，看他的内容有多么的好呢？那我们热烈的鼓掌欢迎我们的唐凤委员哈，来。谢谢大家。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我演讲是题目是由各位决定的。如果有刚才进来的朋友的话，如果有带手机，可以连到我们这个网址，它是在 slido.com 哈 ，slido.com。然后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呢，它会让你输入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就是今天日期前面加一个零，零一二一九，那个井号不用输入，零一二一九，输入之后按个红绿色那个 join 的那个键，你就会进入一个匿名的聊天室。那这个匿名的聊天室，我发现这边的文化相当不错，就是很多人都愿意具名啊。但是当然，也许有些人的名字就叫做黑啊之类的。好，所以总之呢，它是一个半匿名的聊天室。那个你可以用任何的 ID 或者用匿名的方式来提问。那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演讲？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说，我发现就是在尤其是在台湾的一个大学，如果要大家举手问问题的话呢，其实呢，首先举手人就比较少，而且第二个问到的都是一些比较礼貌性、不痛不痒的问题。那但是呢，如果是匿名的话呢，就比较有挑战性。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呢，它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你如果看到你也想要问的问题，你只要按个赞就好了。那按个赞的话呢，它就会浮到上面，像上面这个问题已经有9个赞了，意思是说我如果一回答就可以回答到10个人的问题，这样子帮大家都节省一些时间。那如果刚好你没有带手机，虽然几率不大啦，或者是说刚好连不上网络的话，那可以请旁边的朋友帮你输入问题，或者随时举手或者不举手，都可以直接提出问题。那这个问题不一定要跟之前的问题有任何关系。然后呢，任何这个我正在回答到一半，如果大家有一个追问啊或什么的话，随时提出，他就会在底下的这一列最新问题这边提到。那接下来90分钟，我就一直回答到问题都回答完为止，或者大家都没有问题为止。如果提早结束的话，那就是大家都没有问题问了。不过这个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有一位陈云生这位朋友，他问说：“请问我对电子货币包含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的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哈，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叫做密码学货币了，因为其实现在新台币，如果你现在是从 ATM 转账，它也是电子货币。就是说，电子的意思其实就是不是现金的意思而已。所以其实就是这边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位朋友举出来的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它的特点并不是因为它是电子的，任何我们用非现金的支付都可以叫做电子的。它的特点呢，它是基于密码学，而不是基于一个政府。也就是说，一个政府发的钱，它叫做法币，就是说后面有一个政府在帮它背书，有一个中央银行。那但是呢，这些货币它后面跟它背书的呢，并不是靠我们说 legal code， 就是法律的这个文字，它靠的是 algorithm code， 就是演算法的这个 code。 那这两个虽然都叫做 code， 但是它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这边的意义是要由人去解释，由人去 enforce， 由人去执行。那在这边呢，它是用机器去解释，用机器去自动执行。那这两个有什么实作上的差别呢？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在这边你得先信任这群人，如果你完全不信任中央银行，那我们就会有这个货币急速的贬值的这个情况。但在这边呢，你要信任的是这个演算法，而不是特定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把他的信任从单一的中心变成许许多多不同的中心。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3个、4个、5个以上的朋友们，他们在之间彼此之间要做一些交易，中间你不用大家都相信某个人就可以进行交易，那这个是我们叫做分散式或者是多中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那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它的好处当然就是说，在中间任何一个人消失的情况下，这个网络都还可以运作。我们的网际网络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运作的。如果我们今天连到好比像说日本某个地方的海缆断了，那这样子你到日本的网站呢，就绕个路，从新加坡、菲律宾或什么其他地方，它就会自动把它连过去。所以说它不会很轻易的，你破坏其中一两个点，它就破坏这个东西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让大家都可以理解到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信很多时候不需要经过第三方，它可以经过一个大家约定好的一个协定或者一个程式就可以把它做到。但是呢，它是不是一定当作货币使用呢？可能不一定。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最区块链相关的一些应用，就是刚刚这些朋友说的这些东西的应用，其实很多它并不是发生在把它当作一种货币上面的，相反的，它是把它作为一种则性，就是说让大家在彼此不一定完全彼此相信的情况下，都可以看到，好比说这是一个群众募资的一个网站。这个群众募资网站，它后面就是用区块链去追踪说，哎，你现在募到了这么多钱，你的赞助的流向有多少人的钱流到了多少地方，它接下来又流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那像这边它正在募资嘛，它还没有达标，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就是看到流进，但是还没有看到流出。但当它达标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流出。但这边的钱它并不是以太坊，并不是比特币，它这边的钱就是新台币。所以这个东西它跟法币之间的关系，无宁是它是在这个底下有一个账本的这个概念。那大家可能会问说，哎，那我去找一个就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一个什么协会帮我做一个捐款的征信，它的意思不是一样吗？我想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即使这个网站打倒掉了，
即使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后来这个倒掉了，或者是有什么让大家不相信的理由了，那这个东西它的记录它还是公开的，它还是在任何人都可以存取，而且不能够修改的一个区块链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大家对于这个不可篡改，以及对于任何都可以第三方验证这个性质，才比较是我们现在对于区块链觉得很棒的一个性质。那至于说如果用这个东西直接取代新台币，有没有可能呢？目前中央银行、目前金管会都认为这个还是叫做高度投机性的虚拟商品什么之类的。那这种东西，它目前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就当做正式的，比方你不能拿来缴税，或者是说你不能拿来直接缴停车费。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不需要因为政府说不能做就不能做。台湾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政府做不能做的事情，只是政府自己不能做而已。政府并没有叫民间这个一夕之间都不能做，我们跟隔壁的政府不太一样。那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不会一下子就禁止民间去做创新。相反的，现在即将三度通过，他们已经出了朝野协商的一个东西，叫做金融创新实验条例，简称金融沙盒。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只要说服，好比像说某个地方政府真的就在某个停车场就让你用电子货币去做支付，又或者说你自己去做一个什么点对点的信贷啊，这个银行啊、证券啊、放款啊，可是你用的不是一般的信贷币，你用的是这种虚拟货币。那虽然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违法的，因为这本来是特许行业嘛，或者说你可能冲撞到了某些法规，但是呢，你只要写一个实验计划，在这个金融沙盒法案三度通过之后，你只要写一个实验计划，说我接下来六个月或接下来一年，我就是要违法。然后呢，我要违这一两个金管会的特许的法令，除此之外，我还要违背这几个地方自治条例跟几个法规。你只要把你想要违的法都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把这个实验计划送到金管会，然后呢，他跟各个相关的部会跟一些第三方的专家们会商，会商完之后呢，他就给你六个月或十二个月，在最基本保障个人资料隐私、消费者保护等等的这个前提下，你就可以做这个实验，你就可以违法。违法了六个月之后，你也许可以延长，也许可以去把这个实验的幅度再增加十二个月、十八个月。那等到这个实验结束的时候，他就去问整个社会说：“哎，你跟这个新的科技相处了半年、一年，有没有变好？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正向的社会影响力？它一定有社会影响力，但是是不是正向的？是不是大家喜欢的？是不是大家这样子试过用了之后觉得这真是一个坏主意？”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坏主意的话，那这个实验当然就结束了。那当然这个投资人就血本无归，但是很感谢你帮社会付了学费。但是如果它是成功的话，那这样子的话社会上面就不太需要太多的争执，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说这个还不错，是一个好主意。那这样不管是立法委员要修改法律，或者是行政院的各部会要修改法规，这个他们就有相当多的循证治理，就是以资料为主的这个依循。那这样的话，他去进行调整的时候，就不会这个吵得要命，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一些很具体的资料，说，哎，这是一个好主意。所以有半年的时间，就是我们这边进行法规调试，另外半年的时间，就在这个实验结束之后，这家新创公司可能去募资啊之类，哎，我们就多了一个新的经营形态，那法律就与时俱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靠民间来带动创新的一个具体的做法。那除了金融沙盒之外，我们在年底还会有无人载具的沙盒，可能它是自驾车，可能开一开就飞起来了，可能是无人船之类的。这个部分只要地方政府愿意，也可以去做一个沙盒。那甚至这两个通过之后，我们接下来在 sandbox.org.台湾还会做一个一般性的沙盒，也就是说，除了无人载具跟就是金融之外，任何这个你想要违法的部分，你想要挑战这个既有法规的部分，你都可以在这边提出申请。有些呢，甚至只是一些解释的放松就可以了；有些真的需要修改的，那会在接下来的中小及新创企业条例里面去把这种一般性的实验把它加进去。所以，不管是金融的无人载具的，或者是这种一般性的实验，我们现在新的概念都是说，政府从一个管制者变成一个服务者，那这个服务者就是为大家的创新的想法提供服务。好，以上这个希望有回答到这位朋友的问题。所以，只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些还不能取代新台币，不表示你不这样觉得。而且你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会支持你做这个实验啊。有位叫做谢谢您的朋友，他说，对于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一直受到中国大陆打压，请问您觉得台湾该如何才能够让自己走出去？以及现今的中国发展已经超越台湾很多了，请问您对台湾的未来保持着各种想法？他是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台湾很多了，基本上我自己了，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念了三个幼稚园，六个小学，一年的国中，然后就辍学了，所以十年念了十个学校，然后都没有做过暑假作业。那这个的特色就是说，我在每所学校这样子待一年哈，我都不会形成跟班上的任何同学去进行比较的这样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我想我对就是惯性教育，就是当时的这个国民教育强迫教育最不满的一点，就是说在我那个年代，就是1990年初期的那个年代，老师非常喜欢去挑可能五个主要的科目，然后呢把班上的同学呢透过在这个科目上面的表现去进行排序。那进行排序之后呢，第一名呢他就获得一些社会地位，第二名小一点社会地位，越往后的社会地位就越低，那就是好像是说任意的去挑选一些量化的线性的这种东西，然后呢把这个东西跟人的相对的社会地位绑在一起。那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其实一个人他的表现怎么样是他自己去定义。好比像说我现在对某个东西感兴趣，我就是要解决某个社会问题，我要达成某个社会使命，我关于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去这个纠团打怪，组队打怪，我去学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但是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好，是在我想要达成这个社会使命，或者是我想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到底我有没有做出贡献上面去衡量。那在这个维度里面呢，你硬要把它投影到什么别的维度，好比像说我对历史地理这个记忆力好不好啊之类这种完全电脑可以做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呢不但对我不公平，也对所有一起比较的朋友不公平。所以我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接受这种在选定的几个维度里面把人跟人之间彼此比较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好，那以上讲的这句话这个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这个我弟弟他也是做教育的，他就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在跑道上面啊，这个正在准备要鸣枪起跑的时候，你只要一转身往另外一个方向背道而驰哈，自己跑，这样你就第一名了哈，你就赢在起跑线上，那没有人跟你跑一样方向。对，好，那所以说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新的就是即将要上路的就是12年国教新课纲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我们在旧的课纲，不管是99课纲还是更前面的课纲，它的概念都是能力取向，就是说大家的成功与否是看你在某些已经选定的事情上面你的表现到底是不是超越了别人啊等等，有这些用词竞争力什么东西的。那但是呢在新的课纲里面我们强调什么呢，是自发，就是自己去决定自己要怎么表现，然后是互动，在表现过程里面去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组队打怪，然后呢共好，就是说在跟别人这样子组队的过程里面不要去剥削，不要牺牲别人，然后呢能够让双方或多方都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这个程度。所以说呢虽然这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竞争力也许很强，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力协作的能力这个东西才是接下来教育的一个重点。那所以我想是往完全不同的维度在发展了，所以说你如果去双方用彼此的这个维度去比较的话，一定都觉得对方是在背道而驰。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因为本来地球上就有各种各样治理方式的实验，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实验，到最后都对文明有所贡献了。所以这是我对台湾的未来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受到打压的这一部分，其实这边我想打压最大的可能还是在外交空间上了，在其他的部分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在外交的空间上面我自己是采取一些很有趣的方法，就是说好比像说我在入阁之后，我还是有在好比像说杭州美术学院有开课，然后呢而且也同时跟高雄这边的学生呢这个一起，我上的课是什么呢，是怎么在虚拟实境在 VR 里面去进行民主的讨论。然后呢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戴一个眼镜，那现在这些座位是空的，然后就冒出可能杭州的学生这样子，那从他们角度来看也是他们戴个 VR 就冒出台湾的学生，也就是说是把空间互相叠合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呢反正彼此都打不到对方嘛，就可以做一些这个比较文明的讨论。那从这个资安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是连到台湾这边的伺服器，在彰化的这个伺服器，所以说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资安的顾虑，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会被消失，
师，所以说呢，这个我就相当的这个和平的去完成了这样的讨论。哎，他们那边也 OK， 即使我好像是这边的政务委员，那我用相同的方式，就是开个机器人的方式，用虚拟投影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就在伦敦、在马德里、在巴塞隆纳，就是他们宣布独立那天，在美国，在接下来要去智利哈，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国际上面的交流。那好比说在马德里，我就是用一个机器人，他们帮我做了一台机器人的分身，叫做格拉提亚。然后呢，那个上面有一个360的摄影机，我在台湾这边带个 VR， 我就可以完全感受到那个地方的气氛。他们跟我的这个分身吧，相处了七天之后，我就飞过去，实际到那边，然后呢就肉身这个，然后从他们角度来看是同一个人。从他们来看并没有觉得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identity， 就是说到底谁是谁哈，出现在哪里等等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因为受到线上游戏的影响，都相当的思考上有弹性。所以我在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好比像在巴黎的国际会议的时候，我就派个机器人去，虽然他的门口可能会有检查说，哎，这个持中华民国护照不能够进场，但是那没有关系啊，我就这个请别的国籍的人就帮我带个机器人进去嘛。然后呢，虽然可能这个联合国架构里面说，哎，不能够就是发言，不能够跟其他的这个部长在同一个台上，但是并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说，哎，他们不能够看录影啊。虽然这个录影这个是在 iPad 上面，而且底下有脚，而且这个脚会动，而且这个录影是两秒钟之前录的，可是没有违反规则啊。所以总之就是说，又透过这种我们叫做 hacking 啊，就是了解到一个系统，然后去把这个系统试着用一些out of the box， 就是一些跳出框的方式去进行一些化解。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目前在外交空间上面确实也有一些实质的贡献，所以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悲观，就是说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其实并不是看人口的多少，也不是看地理环境的大小，是看你多能够创意的去运用刚刚讲的这些演算法的这些 code。 那所以作为一个 hacker， 反正就是一直在找各种不同的这个模式。有一位永远的愤青教师想要问说，大学合并要面对的真实困境。那我有一个这个好处了，就是说我不懂的东西我就老实的说我不懂，我不但没有念过大学，我也没有念过高中，所以说我对于这个大学的合并要面临的困境其实一无所知，我完全不知道大学合并要面临怎么样的困境。我当然可以去脑补啊，去想象，不管是在治理上面的，在文化的这个衔接上面的，在这个 identity 大家的认同上面的等等。可是呢，虽然说这个脑补大补嘛，脑补最补，可是我因为完全不懂这个领域，补的一定是错的，所以这个我是连脑补都不会来脑补，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困境。但如果在场有朋友要代为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要分享一下的话，是很欢迎啊。有人吗？真的没有。OK， 好，那对不起啊，那就回答不出来，这题就只好跳过去了。好，有一位叫做 Hey 的朋友，他说这个，请问，当自我价值观跟社会的多数抵触的时候，会怎么做？我想这个有两个回答了，一个是比较消极面的，一个是比较积极面的。比较消极面的回答，基本上就是说，哎，那你就换一个社会就是了嘛。网际网络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即使你关心的事情在你的这个左邻右舍里面根本没有别人关心，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但是呢，你只要上网际网络，你只要关键字对，你就会找到一堆人跟你关心一样的事情，虽然他可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他可能是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那这个就是社会创新的一个摇篮，就是说你只要看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有任何一个人，他正在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情，而且他已经做出贡献了，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透过加入这个社群，然后呢去也做出贡献，然后就会觉得说，哎，你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的社会。那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它也许从外面看起来只是一个次文化，或者是一个小圈圈，或者是互相取暖，或者是自嗨，反正台湾有很多用词了。那但即使是外面是对这个小圈圈或者取暖或自嗨有这样子一个想法，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忘记说，其实好比方说我们现在要攀登一个高山，好比方说玉山好了，那我们在这个实际攻顶之前，
大家这个围成一个小圈圈啊，烤火啊，取暖啊，自嗨啊，这个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那个 basic assumption group， 就是基础假设团体。你要先大家对各自对这件事情都有兴趣，都有认同的这件事情要先凝聚起来，才能够去真的去打破社会对这个小圈圈的一个想法，然后去做出比较颠覆性的改变。所以这个小圈圈自嗨取暖阶段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虽然我说比较消极，但这个消极是为了积极去做准备。那另外一个比较积极的回答就是说，哎，你可以回去想，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多数它目前的价值观跟你的价值观不一样，那在这两个价值观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调和的地方呢？那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是做这件事情。刚刚我看到这个有一位张孝全这位朋友哈，他问我说对于婚姻平权有什么想法。那举例来讲，就是说好比像说我对婚姻是完全就是敬而远之的，我对婚姻的想法是这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每次碰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好比像在我们 join 这个提案平台，就有10000人在这边嘛，然后10000人在另外一边，就是传统家庭价值跟这个平权嘛的这两边。那我就觉得说这20000人啊，这两边啊，他们对婚姻的这个在意的程度，对台湾离婚率很高，对于家庭价值，对于什么都比我高。所以说呢，其实真的要讲这两群比较相像，他们离我比较远。那但是离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从一个距离之外，试着去综合这些价值，然后去找到一个大家虽然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一些共同的价值。然后在这个共同的价值上面，就事论事的去把它做成一个对话的基础。好比方说婚姻是什么呢？婚姻是一些义务，婚姻是一些权利。这个在这个法律里面是可能上百条，我们一条一条一条来看，大家能够接受什么，不能接受是什么之类。当你把一件事情切到这么细、这么小的时候，其实很多意识形态来的这种激烈的反对或激烈的赞成，它就没有空间了。当我们在当年这个 Uber 要进入台湾的时候，打着共享经济的大旗，那大家看到这四个字有各种联想，每个人脑力想法都不一样。但当我们把它切成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细碎，要不要有职业的驾照？要不要缴税？要不要保险？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个就事论事的去讲，突然之间这些意识形态就没有进入这个讨论的空间，大家就必须要暂时放下成见，然后先来讨论这些非常 practical 的事情。所以当你的价值观跟社会多数抵触的时候，可能也要想到，就是说大家在很多社交媒体 PTT、 迪卡、 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地方，它表现出来很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两方会比较有声量，比较愿意花那么多力气去打字嘛。那在网络上面呢，就不要去跟他论战，因为论战的话时间多的人赢嘛。那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还想要做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就不是论战，而是去试着找出说，那在这里面有哪些 practical 的部分，哪些大家虽然意识形态不同都可以同意的部分。那你可能会很惊讶的发现，这些部分其实是占80%-90%，只是剩下10%-20%这种不能同意的部分占掉绝大部分的音量。所以这就是两个建议，比较这个被动式的，就是说先去这个找小圈圈，先去找跟你志同道合的人。那比较主动式的，就是说去找这一圈跟看起来好像不同的，乍看之下不同的圈圈中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你可以在这些最基本的价值里面跟他们产生对话。那关于这件事情，其实马上就是下一个问题。请问对于酒驾鞭刑的看法哈？请问鞭刑在台湾是否有实施的可能？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正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了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个讨论。那这个讨论呢，其实我们大家是很多是念设计的嘛，便利贴应该不会让大家感到晕眩的嘛。我在那个很多这个政府单位里面，一下子出现那么多便利贴的时候，这个大家都会感到文化冲击，希望大家没有这个问题。好 ，OK， 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去把利益关系人，各种各样子的利益关系人，通通都集合到一起。集合到一起之后呢，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这些人。然后呢，这些人呢，我们就让大家去梳理这个议题的一个脉络。那从最一开始，就是大家所建议的这件事情，我们就去一个一个去看，不管它是在实际上的，在国际的公约上面的，或者是这件事情它到底是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区分。那这个提议的人呢，我们去用了一个线上的一个人工智慧的系统去做分群，然后分群呢就可以看到有三种主要的动机，一种是想要报复的，一种是想要羞辱的，一种是想要吓阻的。
那然后呢，我们在这样交叉分析之后，就发现想要报复的跟想要羞辱的其实都是少数。大家都了解到说，发生事情之后你报复他，你羞辱他，事情也不会变得更好。那所以呢，想要贺祖的其实是占了大宗。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那这件事情对于贺祖到底有没有效，国际上其实有些 study 啊，那这些东西是我们第一部分去看的。然后另外一部分的呢，就是说那我们如果要贺祖的话，同样要花这些成本，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事情，不管是在饮酒之前，不管是在他喝了酒但是还没有开车之前啊、哦、这个方法就多了。那或者是说他已经这个到了车上，有没有办法让他停止，好比方说有人呼气还有一定的酒精车子就发不动，又或者是说他被查获之后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去让他真的就不想要再犯。那最后我们就盘点了非常非常多的 study， 就发现说确实有一些贺祖的方式，或有一些就是让他不要再犯的方式，其实是在各国的我们的实证研究上面是比较有用的，而在鞭刑上面专门用在酒驾上面的实证研究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我们那一天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说，不管大家对于这个鞭刑的想象是什么了，那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说，哎，我们还没有穷尽一切的手段，它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所以我们当时就盘点出了这么一大堆方法。那现在这个每一个相关的部会，这边都有相关的部会，都正在做后续的政策评估。那评估完之后呢，会在上面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应。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联署的时候，它当然就是在告诉我们说社会上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它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法我们是要放在所有的其他的方法中间去进行评估。那虽然这位朋友没有提到，不过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再提另外一个跟这个有一点点像的例子哈，就是时区。那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提案嘛，有8000位朋友提案说，我们应该要把时区从 GMT 加8改成 GMT 加9，这样子这个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们只要一下机，他必须要把时钟调给小时，这样子他就可以这个非常确定的知道说这个互相没有隶属的关系。那在这个提案8000人到的时候呢，同时也有另外一边的人提案，那这边的提案就是我们应该保持在 GMT 加8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我们把两边的提案都找过来，然后呢我们跟各个部会一起去实际的盘点他们的各种正反的论点哈。那所以好比像说，有人的论点是说这个下班还可以看到阳光，可以增加国民的运动的时间，那这些我们都是有实证研究的。体育署的运动现况调查说跟日照一点都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懒得运动以及工作太累，这三个问题才是主因哈。你这三个问题不解决，日照再多跟运动一点关系没有。然后同样的，交通安全，减少日落之后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样的道理，这边油雾啊、冬季啊这些东西，飞安的调整，这个呢其实是也许呢是你只要花一次性的成本，不需要花持续性的成本。然后呢，又有一个论点是环保节能啊，这个可以节省空调跟照明的用电。但是呢，其实我们把空源研究调了出来，说即使我们只是在夏天去调时区，对空调来讲只节省0.3%的成本，对照明来讲是没有影响的。如果你在冬天也要调时区的话，这个成本又还回去了。那接下来观光发展这个论点就非常诡异，他说清晨上班加班可以加比较久，所以可以赚比较多观光的钱哈。那劳动部马上就来了一张卡，说加班需要符合劳基法规定。那然后交通部就说，这对准时上下班的店家的营收是不会有影响的。然后除此之外，当然还有非常多的咨询成本。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成本盘点完之后，大家就发现说，我们可以付出很庞大的一次性成本，以及还算不小的持续性成本，然后呢也许可以解决最上面的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吧。但是呢，大家在实际去集思广益之后呢，大家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呢不一定有用。因为呢这样子也许可以上一下新闻，但是呢在上完新闻之后呢，这个对方只要说一国两制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香港连币值都不同啊，那但是呢也没有这个让人这个成功的突破这个国际能见度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它也许有效益，但这个效益比起成本来讲实在没有特别大。那所以说呢，我们同样的这些成本，是不是可以用比较有效的方法去达成双方都不反对，就是这个互不隶属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结果就真的盘点出了不少的方式。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案子呢，我们所有这边蓝色卡片提到这些部位啊，最近都在填观告表，包含我们自己家 PDS 都要填说，哎，我们用了多少纳税钱，我们花了多少人民的资源，这样可以创造多少大家对于这个国际形象、互不隶属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效益。那这个也是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左边八千人、右边八千人，其实都同意这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大家在看起来互相叫骂的这个底下，大家是真的意识到一个问题。那我们大家聚焦的就是用所谓服务设计的方法，去把这个问题它在一开始的 touch point 一直到最后 touch point 的这个 journey 都试着把它 map 起来。那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比较就事论事的解决的，所以这个是对这位朋友的一个具体的回答。好，然后有一位叫做 Patrick 的朋友，他想要说，请问在人生道路上，截至目前为止，您所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如果排解与调试，而在未来，您觉得什么是您最大的挑战？我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其实最近都没有遇到挫折，所以我如果要想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要往非常非常回去去想哈。我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上过一次商业周刊的封面。大概十九岁的时候也上过一次，然后呢，那几次呢，其实对我是有些挫折的，因为当时我可能就是觉得说，哎，我做一些创新啊，我做一些贡献啊等等，可是呢，就是有一个盛名之累，就是说我在路上走啊，就会莫名其妙就碰到人，然后希望我给他一份工作啊，或者是说就会这个抓着我讲一大堆话等等。那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不是很习惯，然后也真的觉得很挫折，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些贡献，但这些贡献并没有大到说，哎，我一夕之间改变社会的这个程度啊。那后来呢，当然这个比较学了一些心理学啊，然后呢，这个也比较有跟人互动的经验之后，后来就慢慢发现说，其实那些就是找我这个发泄吧的这些负能量的这些负能量，尤其是在网络出现之后，这个负能量更有加倍的这个趋势哈。我就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那完全看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如果是觉得它是对你自己而来，觉得 take it personally 的话啊，那当然这个玻璃心就会碎满地嘛，对不对？那但是呢，就是说即使它感觉上是冲着我来的，即使是对我有些批评指教啊，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身攻击啊之类。如果把它当作是一种精神上面的一种按摩的话，那这样子其实就不会有玻璃心的问题，就可以强化这个玻璃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看到什么东西会感到不舒服，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可能是我心里的一个酸痛点。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留言也好，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强烈期待也好，或这些也好，都看作是按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可以自己去听点音乐，自己去深呼吸，自己去调试一下心情。我下次看到这个字，或下次有人在讲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就事论事的去处理它。那到底怎么就事论事的去处理负能量呢？我们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叫做负能量发电哈。那就是说，好比说我现在当这个政务委员，那我这个从我14、16岁，其实到现在已经蛮久了，已经过了15年了，所以我练习这个负能量发电的这个方法呢，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所以呢，像在今年5月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到我们脸书平台上面，他的提案叫做暴睡软体难用到爆炸，底下还有很多人留言写了一些不太客气的字样，然后呢，有些也是指名道姓的对我有些期待了等等。好，那当然确实因为今年的暴雪软体，如果你是用 Mac， 你是用 Linux， 你是用 iPad， 确实很不好用。他用的 Java App 这个技术呢，刚好在今年这个原厂不维护了，所以其实非常难暴雪，你要花4、5个小时。那所以我们如果是 take it personally， 那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很激烈啊，暴民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政府里面运用这种叫做协作 collaboration 的想法，就是我们让每一个部会都派出一组人，叫做 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是开放政府的联络人。媒体联络人是跟媒体联络，国会联络人是跟立法委员联络，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跟这种冒出来的暴民联络。那在这个朋友的负能量这个涌入的当下，这位财政部的 PO 他就马上跟跨部会这些 PO， 我们一直都在一个聊天群组里面，他就马上求救说，哎，这个不行，我们要处理一下。所以呢，我们马上就说，好啊，那就谁骂就邀谁来嘛，我们就来一起来贴便利贴，来开一个协作会议。然后骂得越凶，他们就越早收到这个邀请函。
那非常的神奇的，就是说不管是对我指名道姓人身攻击的，对于财政部人身攻击的，或者是说这个当时财政部有位朋友在接电话的时候可能讲了一句啊，那你跟朋友去接 Windows 电脑就好了，所以又有一波新的负能量的好几波负能量，我们都邀过来之后，哎，突然之间大家就觉得说，哎，那负能量真的可以发电，他们真的可以做一些贡献。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从财政部的角度来看只觉得他们骂得很凶，可是真的来的人，哎，都是专业的使用者体验设计师、服务设计师，就是那些最懂的，因为最懂他才会骂到这个点上嘛。然后大家就发现说，其实政府真的不懂，真的是这些骂的朋友真的很懂，那很好啊。那所以就是，这不是会炒的孩子有糖吃，是会炒的孩子就进来厨房，我们一起做糖吃嘛。所以说我们就是贴便利贴，又出现了便利贴，然后我们就把就是报税的整个过程啊，从头到尾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概念是非常简单，就是有人不管在网络上或者在面对面，他只要对我有这个超过我能够做的事情的期待，然后呢去做各种各样子的批评指教啊、谩骂、辱骂，随便啦，那我就会说，哎，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开这个工作坊了，你要不要来哈？那所以这个现在就是一个我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起手式，就是只回应它里面可能有建设性的部分。那这个就很 popular， 所以呢，这些这个抗议的民众们就进来，我们开了五次的工作坊，然后呢去把报税软体完全做的一个重新设计。所以说，而且还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标语哈。那所以就是，所以明年呢，这个本来长成左边这样子呢，就会长成右边这样子，所以负能量就很成功的发电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容易，大家只要一想说，哎，是对你攻击，或对你的学校攻击，对你的project攻击，你可以有一个反射性的反应，就是去把里面凡是谩骂部分都忽略掉，自己心情保持愉快，然后把里面可能有建设性的部分就说好啊，不爽大家一起来做啊，这样子，然后呢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创造出相当的多的事情。所以未来呢，这样子一种共同创造的这个想法，到底什么样子会是最大的挑战呢？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回答，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共同创造的时候，能不能够互信？大家能不能够觉得说，哎，我这边一骂，然后政府这边马上就说好啊，大家一起来弄啊。那这个一起来弄的东西，它到底会不会真的变成明年报税软体的界面，还是只是大家来摸摸头，然后大家画一堆很漂亮的东西，然后明年还是一样烂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互信的维持，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挑战。所以我们除非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说，说大家这样子共同创造，它真的能够进入政策流程里，不然我们也不会很轻易的就说，哎，您的这个批评指教马上变成我们的政策，这个中间还是有一段距离。那这段距离我们慢慢把它缩小，但是这个互信希望能够慢慢的扩大，这个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挑战。有一位叫做 C 的朋友，以及13位附和的朋友，想要知道我的一天从起床到睡前哈都做些什么，非常好问题。我起床大概都是7点多8点起床，然后我通常会赖床到大概8点半左右。然后呢，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拿个 notebook， 然后用这个姿势打电脑哈。那我这个已经练了非常非常多年了，所以手刚好可以把电脑平衡到不会掉下去的程度。好，然后所以就是随着这个脑袋在开机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就会这个先把就是昨天从我睡觉之后到今天我醒来中间的 email 先看过一遍。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我每天睡前 email 一定是零封，我一定把每一个 email 都回掉，就是叫 inbox zero。所以说我只需要 catch up 可能8个小时左右的来信，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的，然后去分出一些这个优先顺序啊等等。然后呢，然后大家这样子就是赖床个大概半小时、1小时之后呢，终于就会有力气，然后就会起来刷牙啊、洗脸啊之类。然后呢，那之后呢，那个如果是礼拜一或礼拜四，那当然就要去行政院去开会。不过好在我在入阁前的劳雇协商的时候有说，就是说我可以不受办公地点跟办公时间的限制，因为有一个人事行政总处大家都很少知道的一个函，说任何公务员他的工作只要跟网络有关系，他就可以不受一般上班时间限制，然后如果他长官同意的话，他也不受工作地点的限制，所以我就运用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一个函哈，去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所以说呢，我在这个礼拜三，好比像说就全部都在台北的工作，那好比像说每个双周的礼拜二，我就会巡回到行政院的4个不同的地区的服务中心。所以说我不管是在哪里工作，那当然就坐车去嘛，我坐高铁。那在车上呢，我就会看盘。那看盘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从8点多到可能9点15左右。那这个盘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 team 每个人到底现在正在做什么，
就是有一个线上的共同的一个工作空间。那因为我都不接触机密嘛，所以一切都是可以公开给大家看到的。那所以说我这样子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哎，我每一位朋友，我们 team 里面20几个人，每个人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到了9:15，那就是我们 team 的 stand up。所以我如果刚好在行政院里的话，我们 team 就会大家站成一圈，然后每个人就会讲说，哎，我今天要做什么，我有什么需要别人帮忙的等等。那为什么是站着开会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会花超过15分钟，站超过15分钟，大家脚都会酸，所以就不会花很多时间讲话。然后呢，大概从10点开始到12点左右，那可能是院会，然后可能是政务会议，或者可能是其他的，就是我如果是在空总的话，那就是 office hour， 任何对社会企业、社会创新有想法的人都可以来找我聊天。我如果是在行政院4个地方办公中心也是一样，就是在地的社企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来找我聊天。而且找我聊天，如果他们有些法规或一些想法，是我可以帮忙可以解决的，我就会 call out 在台北空总的现在有11个部会的朋友，他们都会在那边去远端的备询。也就是说，我们把行政院的这个备询的系统，大概10几个不同的部会，跟行政院都有不同联合服务中心，透过两个空间互相结合的方式，用视讯啊，用可能未来360啊等等这种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地的任何朋友有任何问题，哎，这边部会的朋友马上就回答，他一回答，旁边的10个部会就听到了。所以之后他们这个就成为一个社会企业的工作圈，所以等于就是把行政院带到台湾的各个不同地方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到下午的话，通常在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一些外交工作，去做一些就是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做一些整理，不管是写专栏，不管是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或怎么样，反正就是让大家更能够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呢，终于到了6点左右，我就会下班。那因为在行政院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长官如果不下班的话呢，属官是不敢下班的。这个文化还很奇怪，但我也没有想要去改变它。所以呢，我的做法就是说，我都很准时，就是5点多就下班。那有时候到6点多，到7点已经很少见，到8点他们都说亮黑灯了，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是不会到8点的。所以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朋友们也都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可以这个有比较正常的作息时间。那但是通常到晚上下班之后，我才真的开始工作，就是不管是写程式啊，写规划啊，画心智图啊之类的。所以因为我们做非常非常多的心智图，我们要弄便利贴了，好比像这个，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办公室到底要做什么？那就是大家在白天贴一堆便利贴，然后我在半夜去把这些便利贴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做成一个心智图。所以我们最主要要做这件事情，次要要做这件事情，第三要做这件事情，这三个都照顾的情况下，不妨做一下推广数位服务跟让公务员勇于创新。那这是5个核心价值。那红色是挑战嘛，对不对？那然后呢？接下来外面这一圈黄色，就是我们因为这些价值，所以我们实际做的事情，像刚刚讲的促进社会创新啊，去做多元对话啊，所有这些东西，那这些才产生出大家会看到的，就是好比方说到学校给演讲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为了经营公共关系，是为了建立政府跟民间的互信，就是我们把每件做的事情都 map 到我们的核心价值。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重新做检查，如果它哪一天不符合了，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果断的去放弃啊，果断放弃也是我们做实验的一部分。那所以就是晚上去做整理的工作，然后大概到8点、9点左右，然后一直到12点就是睡前，那就是开始回 email， 那所以就一封回，然后回到0封我就可以睡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整天都在工作哈，那完全没有任何休闲时间。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上班这样子跟大家对话，然后跟大家这样子进行 Q&A 等等，这个其实才是我的休闲时间。那真正的工作就是去把今天白天收集的东西在晚上去进行整理。有一位张孝全问说，对于婚姻平权跟性平教育有什么看法？或者应该说，面对污名跟抹黑哈，有没有比较好的应对方式？污名跟抹黑，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就是有各种各样子的形式嘛。刚刚有很多朋友提到，其实我会推荐大家看一本哲学书，叫做《Anger and Forgiveness》，就是愤怒与原谅。最近好像才刚翻成中文。那这本书里面，他就是在把污名跟抹黑，为什么有人有动机去做这件事情？它又分成，就是其实跟刚刚那个问酒驾的那位朋友一样，就是分成3件事情，就是他要么呢是想要报复性的。
想要伤害你，因为他觉得你伤害了他很看重的东西，他要伤害你，或者他是羞辱性的，就是说你伤害到他的某个很看重的东西，所以他想要在相对社会地位里面来把你贬低，又或者虽然这个对他自己社会地位没有帮助，那又或者是说他是贺阻性的，就是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太糟糕了，所以他希望未来不要发生，就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只是说这个更好可能是从他的价值观来看。所以说呢，对于污名化或者是抹黑，首先就是要先区分这三个成分，前两个其实是非常好处理的，因为其实大家只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说报复性质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你伤害到他感觉很重要的东西，那他伤害你这个东西也不会变好，就是说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帮助，大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到最后就大家都瞎了嘛，都没有牙齿，但是事实上世界并不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稍微冷静一下，你提醒对方一下，其实对方就可以想得到的一件事情。那实际我们如果是在网络上，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透过这种非语言兴趣去回应，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理他，就是他里面没有建设性的报复性的部分干脆就当作没有看到，因为网络上你的回应是给旁边的人看的，不是给这个人看的，所以当大家发现说哎，这种报复性的东西完全不会有效果的时候，慢慢他就去找别人玩了，就不会找你玩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有人玩才好玩嘛，所以这是报复性的部分。那羞辱性的部分呢，其实比较困难，真的是比较麻烦，因为确实他的社会地位并不因此而增加，可是相对地位也许因此而增加，因为他想要贬低你。那这件事情我自己的处理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我会试着去找出某一个对他的价值也有帮助的东西，但是呢也不违反我的价值，然后呢就倡导这个价值。所以像刚才就是说哎，离婚率很高啊，我们应该要更重视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之类，哎，这个两边都不会反对嘛。那所以我只要一开始倡导这个价值，羞辱性的东西会自动消失，因为他如果想要继续这样操作的话，他等于羞辱他自己，他自己也认同了一些基本理念，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采取一个找到一个公约数，把这个公约数本身当作一个基本价值，把这个基本价值发扬光大，这个发扬光大的过程里面就可以让这个羞辱性质的东西消失哈。那最后就是说就是他想要合作，他想要未来世界变得更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尊重他就好了，说真的，因为其实空间很大，每一个人本来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教小孩，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不需要特别去回应他，你也不需要特别去对他进行报复或者是羞辱，因为确实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价值啊，他不希望被这个价值影响，他想要用他自己的价值教小孩，那我们尊重啊，我们现在有实验教育法，他完全可以自己弄一个公权团体之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其实不会去否定对方的价值，本来这就是一个多元价值的一些社会，所以大概是这三个不同的回应的方式啊，希望有一些帮助。有位朋友问说，这个请问有没有阅读的习惯？感兴趣的书籍通常是哪些？哪一本书对人生造成了影响？我有阅读的习惯，然后我阅读习惯比较奇怪，就是说，因为我看东西的时候脑里是不发出声音的，所以常常就是说来一本 paper 或来一本书，然后呢我就不求甚解的就把它好像扫描机这样子就把它翻过去，可以看得非常快。可是看完之后呢，它是在短期记忆里面，它没有进入长期记忆，所以呢我也没有做过总整，完全没有，我就是让这些影像进入我的脑里，通常是在睡前。然后呢，我醒来之后就会发现说，哎，它进入长期记忆，然后自动分类归档了哈。所以就是说，这是非常这个，很有趣的在使用睡眠时间的一个方式。那我小聪大概八九岁就这样，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别人也这样。那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其实睡眠时间反而才是在工作，就是才是在消化这些视觉资讯，这些看到这些资讯。那而且呢，我如果这样看完之后我没有睡觉，或者是那一天睡不好，或者睡眠时间不足，我现在就完全忘掉，就好像没有看过一样。所以这个是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第一手的实证。所以我的阅读习惯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睡前或至少可能晚上六七点之后才会开始看这种大部头的论文或者是书，看的时候完全不想去理解它，就是把它这样翻过去，哎，然后醒来之后就记得了哈，所以这是我阅读习惯。那我感兴趣的书籍通常是哪些？其实我看的蛮广的，然后我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哲学，然后但是因为哲学它可以触及每一个不同的部分，所以其实就是最近我在处理什么题目，我就会去找跟那个相应的一些思想性的或一些哲学性的东西去看。哪本书对我的人生造成了影响？
这个其实是非常 personal 的问题。那我可以很诚实的回答，可是我不希望对你的人生造成影响。对我影响最深的书是一本叫做《Finnegan's Wake》，就是叫《芬尼根守灵夜》。那本书是很奇怪的一本书，它是一个叫 James Joyce 的人写的。那它里面用了大概十几个国家的语言，然后它是试着把一个人在睡觉或者做梦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一切都用文字的方法来表达出来。那我自己从很小就很喜欢这本书，而且也试着翻译了其中一部分。那这本书它告诉我们说，告诉我说这个语言是可以自己创造的，那人生的意义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可是这个不是一蹴可及，你一次只能改一点点。那但是当你一次改一点点，改了相当久之后，到最后可以有一个个人的语言，到最后可以有一个个人人生的意义。那这是对我的人生发生的一个影响了。但是我并不是真的很推荐大家都看这本书，其实非常非常浪费时间的一本书。好，有位朋友说，总统推行青年领航计划，高中职毕业先就业，可是法律抵触，导致未满20岁的毕业生无法按照计划进入相关产业，而被迫转到服务业、超商等等的工作，这该如何解套？法令抵触呢，当然是改法令啊，有什么好讲啊？我的意思是说，这其实不只是法令，这也有配套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就业服务站的辅导员，他可能是辅导高龄或者是一些弱势或者单亲或者是一些原住民族的朋友，这些他们都有各自的训练的 program。但是18岁的朋友，其实之前这个就业辅导这方面并没有特别针对服务这群朋友去做新训练，所以这个方案推出，我觉得它利益良善。可是它相应的配套，其实我们就在今年才刚刚开始把它跟上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还可以再观察一阵子了。而且现在也不只是这个计划而已，还有另外一个双轨的计划嘛，就是说你可以一面上大学，然后一面去做产学的实习啊、合作等等。接下来又会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说你可以先念一两年的大学，念完之后就发现说，哎，我比较想要去业界，然后去应用我的所学。那去业界个一两年之后，又觉得说啊，我现在终于了解，我还需要管理学的知识，我还需要什么人力发展的知识，我需要什么更多知识。你再回大学，可这个时候你回的已经不是同一个系了，你可能是这叫学院实体化，就是这个学院里面的别的系，或甚至是跨学院。那当你学完之后的你的这个毕业证书，它可能是中间已经有很多次进进出出，所以就比较像游戏的那个成就解锁，就是你学了哪些模组，而不是说你在某一个系就花了4年的这个感觉。也就是说，大学跟学生的关系在改变，大学也透过社会责任跟产学合作的这些方式，去跟第三部门跟四部门去一起去经营，就是他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自己当然是觉得说，哎，大学是一个资源，你需要用的时候用，你用到一个程度，觉得哎别的地方更需要你，就去别的地方。然后之后你又需要一些理论工具，那你又回大学，那这样子可能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的，这个也跟目前的法令抵触，也就是跟学位授予法抵触，所以这个我们也在修。那只是说修法的过程里面，哦，它会有各种各样社会上的对话。那为了求周全，它可能还会再花半年一年的时间。但是我想整个方向确实不是说所谓高中职先就业那么简单，而是说我们在综合高中、在技术高中、在一般高中，接下来就已经会用大学的方式来教学。大家可以有选修，大家可以有学分制，可以有校定必修，可以跨校，可以翻转教学等等。所以到18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类似今天大学毕业生那样子的自发互动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就可以让大家对大学的关系是一个对等的关系，而不是到了大学之后再来发现自己的兴趣的关系。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新课纲的理念了。那实作要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大考中心，大考中心我们已经说服了，也不是教室其实很多很愿意改变，还是家长的期待了。讲白了，就是很多家长就是觉得说你就是要大学学位，其他再说哈。那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我就必须就是不断的透过这种公众沟通的方式，慢慢让大家对这个想法能够改观。但是就像任何文化一样，它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改掉。有位朋友问说，请问你是否听说过哲学中电车难题？假设你看到一辆刹车坏的有轨电车，即将撞上前方轨道上的5个人，而旁边备用轨道上只有1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5个人会被撞死，而你手边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之后，车子会驶入备用轨道而只撞死1个人，你是否应该牺牲这一个人的生命拯救另外5个人？我想听英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是想法。
首先就是说，其实我从来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里面大概是不发生的，这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大部分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哲学上面，就是伦理学上面，就是对于效益论的一个这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思想实验。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没有办法那么抽象的去看这些事情。因为这边的这个重点是说，我有没有按这个按钮的 intention， 我有没有按这个按钮的动作，还是说我可以说这件事跟我无关，我袖手旁观哈？那我自己的伦理价值是比较综合性的，简单讲叫做这个 quasi utilitarianism， 就是你效益主义哈。那这个效益主义的基本上的想法是这样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本书叫做。How to be right all the time， 好像是这样子的。All the time， 这里有一位战地哲学家，专门去调解各种各样子的这个战地纠纷哈，他就出了一本书，叫做 How to make good decisions and be right all the time， 就是如何永远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非常有provocative 的这样的一个书名。那他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演算法。那这个演算法大致就是说，最核心的就是说，是义务论，就是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就是有一些事情他觉得该做，有些事情不该做，有些事情如果大家都做会是坏事，那这样的话就不要做。那义务论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你可以一瞬间做出判断。那在外圈，当你有更多一些时间想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用德行论，就是说我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如果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之后，我未来能不能跟自己相处。你时间更多一点，这个事情更复杂了，你就可以用效益论，就可以像我们刚刚贴便利贴一样去算说这会付出多少社会代价，这会造成多大多小的社会影响力。那为什么他是用这样子，就是好像同心圆的这个方式呢？是因为绝大部分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可思考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你的可思考时间是无限的，你当然可以就去算说，这五个人的相对的年龄，他们 adjusted quality of life 有多少，他们的平均余命，在平均余命里面，他们的健康的情况下，每一天的这个幸福或者高兴的程度，关心他们的家人有多少，等等等等的，你可以把这些全部都算出来。算出来之后，你再跟那一个人的 adjusted quality of life 去比，然后呢，你就会有两个数值，然后你就直接选数值高的那一个就可以了。可是，在绝大部分实际的情况下，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计算。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说，那我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对不对得起自己？我明天这个醒来还能不能跟自己相处？如果你做决定又更少，那就变成是说，那我当下的义务是什么？我当下的社会角色是什么？等等。所以就是说，这种题目它是没有办法在脱离一个实际社会的情况下去回答的。如果大家有无限的时间，可以像我刚刚就是对做这种 ethical calculus 去做这个每这一个人跟这五个人全部的生命史，你可以挨家挨户的这个去调查他们所有亲朋好友跟他们的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等等的话，相信你到最后也会做出正确的答案。但是而且我们大家应该会一样，但是这种哲学家想象中的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他要看的就是说你的做决策的资源到底有多少，以及你在这个做决策的那个当下，你有多少时间跟空间跟资源可以去使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有位朋友说，你怎么有勇气不追求学历可以很快进入社会闯荡，是否需要具备什么技能？其实 我当时所谓不追求学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是大概13、14岁的时候接触到 Wide Web， 那 Wide Web 就是全球资讯网嘛，就是在上面呢其实有很多教授，他们当时很流行一个运动，现在还有叫做 Open Access， 就是所谓的 Preprint。 Preprint 就是说他要送去期刊之前，他先把期刊正在审核的东西去这上面去做分享。然后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什么有兴趣了，但是就是基本上呢，绝大部分的东西你都可以在这些 preprint 的网站上面找到，不管它是设计的，或者是演算法的，或者是数学的，社会科学的等等的这些期刊，在这个他们送出去之前，这就好像他们的 BBS 一样，在上面会进行讨论。然后我就发现说，哎，都不用付钱，然后都可以直接下载。然后呢，而且我看到的呢，可能2年之后才出现在期刊里，我1年之后才出现在期刊里。那它从出现到期刊，到变成科学界的共识，到进入科发会，到变成课纲，到变成大专用书，或是这个高中教科书，有10年的时间。所以我当时就是从看我的课本，
跟看网际网络上的这些 preprint， 我就发现说这有十年的差距，就是这个是最尖端的，然后在教科书上很多东西看起来已经过期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是要达成一些社会使命，所以在当时就是我关心的是，好比说为什么网络上大家可以那么快的彼此互相相信，网络上面为什么可以一夕之间能够大家动员集结起来等等，我关心的是这些题目。那这些题目是分散在七八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与其去在这七八不同领域修七八不同学位，我不如直接去看这些 preprint， 看大家有谁在做这个题目，写 email 过去说，哎，我对你的这个东西有兴趣，而且这个你第六页有个错字什么之类的哈，之类。那所以这些朋友也不知道我才十四岁啊，也不知道我才十五岁，我就是一个 email 而已嘛。所以从他角度来看，哎，他都非常愿意去直接分享、直接互动。所以这个就是科学社群。那科学社群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有学历，你就可以加入科学社群了，只要愿意做贡献就可以了。所以当时的这个情况就让我发现说，那我待在学校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就去加入这个科学社群，然后就自由软体社群，然后就创业。创业了大概一两年之后，就发现说不对，大学还是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是知识性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可以这样子发展。但是呢，如果是人文的，就是大家要共同创作的话，隔着网络当时还是非常困难，没有办法隔着网络共同创作，所以我还是需要去念一些哲学课，或者是一些人文社的科学等等。那所以当时我回到学校去旁听的时候，我已经是带着问题，带着研究题目回来。所以呢，教授也觉得说，那你也不要学位，但是你来我也可以帮助我研究。所以实体世界教授也都对我很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觉得说，大学就是一个资源。所以我想这个技能并不是单一的技能，这个技能就是说你先有一些你想研究或想解决的一个题目，那你带着这个题目去自己去找知识，去发现知识。我们现在叫做自发或者自学哈，就这个技能，我想这个技能是不只是在大学阶段了，在之后也都非常非常好用的。我有一位朋友问说，请问觉得未来的商业趋势哈会偏向什么模式？就是把我当水晶球用。我现在就是在做社会企业的相关的政策嘛。那其实社会企业它的后面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在以前大家会觉得说，有些赚钱的就是开公司，然后有些想要社会好的去开一些 NGO 啊，这个协会啊、基金会啊等等。然后呢，很多这个不管是大家的对于治理，好像说一些矿业法的修法啊、食安法的修法啊之类，又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其实好像是在这两个中间拔河去拉锯，这边赚一点，那边就赔一点，这边赚一点，那边就赔一点，这种零和的这种想法。那但我觉得未来的商业它越来越会走向所谓的 triple bottom line， 就是三重的底线。就是当我们想要永续的经营一个事业的时候，它必须要同时考虑到这个事业它去对于环境的影响力，它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它对于商业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所谓的社会企业，它并不只是说有些企业它尽社会责任，也不是说有些 NGO 它找到了营运模式，而是说大家透过社会创新想出一些办法，让看起来好像是零和拉锯的东西可以变成是大家互利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社会企业跟环境就互蒙其利，然后我们这些做治理的就是政府，就可以不需要用非常大政府的方法，什么都要政府弄，而可以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去让比政府更专业的那些专业的五楼们，就是刚刚的那些负能量发电的朋友们，去自己集结起来，然后去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那这个题目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就只举一个非常简单的实例，所以最近在募资的一个题目。那在泽泽这个网站上面，也许有人有听过泽泽。泽泽就是各个群目里面特别注重设计感的一个，所以如果要看这个很漂亮的设计感的东西，在泽泽上蛮多的。好，那anyway， 这是泽泽上最近募资已经达标了，所以我不算帮他做广告的一个题目哈。就是说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们是一群做设计的人，他们发现说在街上卖口香糖或者是卖卫生纸的朋友们的互动方式是很有限的，他们基本上只会说先生小姐行行好之类的。然后呢，你经过一次也许买，然后买了就发现说，因为他们进货也没有比较便宜，所以其实蛮贵的，而且买了一两次之后你就没有东西可以买了，然后你走过就会觉得很抱歉。那但是这个感觉大家都不好，所以呢，这群他不是做产品设计，是做服务设计。做服务设计的人就去看说，我们从服务设计的角度，这里面到底有哪些 touch point 出了问题。然后他们就发现说，有些人普遍的不信任，因为觉得说后面一定是黑道剥削啊什么东西的。那又后面呢，他因为肢体，很多朋友肢体上面表达有一些障碍，所以说呢，这个形象呢就不清明。
然后呢，当然那些口香糖跟卫生纸，其实你去 Seven 买还比较便宜。好，那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就去设计出一个翻转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去找了一家社会企业帮忙他们做职能训练，又找了一个是专门做辅具的社会企业去做那辆车子的改装，又去找了一个社会企业去给他们这个相当有竞争力的高端的所谓的这个台湾特色等等的这个产品，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是在一般所谓竞争性的通路，而是这个就是专门给社会企业的一个通路。所以到最后就变怎么样呢？就是那辆车它其实不是在行行好，要你对它行行好，它反过来对你行行好，就是你手机要没电了，你就放在那边就可以充电。那这个下雨了，那它也可以给你一把爱心伞。那如果你对那边比较不了解的话，它也可以帮你去做导游等等的这个工作。那整个目的就是因为这一辆车它是有电的嘛，所以它可以其实提供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服务。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他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他去跟这堆人合作，然后呢，第一辆这种翻转了的接麦车，它就会设在像好像在谈台北市政府的门口。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大家就会把弱势就是需要照顾的这个想法变成是说不是他们就是在一个不同的这个城市的位置上面，那这个城市的位置上面它是可以提供相当多好的服务的这种想法。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就是说它的创新它不是只是在现有的游戏规则里面去产生一些 influence 一些影响，它是产生一些 impact， 就是说大家觉得本来是这样的东西，透过设计以后就会觉得不是这样子，它也可以是别的样子。那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才是就是我觉得未来的商业趋势的一个模式，就是它会透过对社会关系的转变，透过像群众募资这种，就是你可以确保说你需要的东西都到位了，你才开始去做工作的这样子一种方式，就比较不会受到本来的以资本密集为主的这样子的商业的模式来限制。有位 Tiffany 问说，请问对于劳动基准法的修法有什么看法？对于目前任职的单位是否确实落实国家政策发展，能否举例说明？劳动基准法的修法跟我并没有直接关系，我自己之前曾经处理过的是不是劳动部的部分，而是内政部的部分。当时有5000位朋友来报，就是公斗的这个组织来我们这边的联署，然后联署它的题目就是国定假日应该要制定国定假日法。那这个国定假日法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我们这完全是透明公开的嘛，所以到我们 PDIS 的网页就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协作的这个过程。等我一下，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政府里面做设计思考，所以大家会不断的看到便利贴啊、菱形图啊这种东西。所以当时呢，这个在7天假这一案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这是我很珍惜一个案例，因为很少见，就是公斗的朋友，然后跟公总、商总的朋友，然后跟各个相关部会的朋友，能够围着一圈贴便利贴哈。那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少见。然后我们当时检讨了非常非常多，就是从他们的主要诉求，然后到有一些东西，像是这个所谓的台湾人均工时全球第6高哈。但是如果我们只去算全时工作者的工时的话，其实并没有，只是中位数。唯一的差别是我们的人力结构相当的不同，就是其他国家很多是部分工时，但是我们这边只有3.2%是部分工时，那所以就是平均就拉高了。可是为什么大家没有去做部分工时呢？因为在所有这些 OECD 国家里面，台湾是少数没有就是部分工时工作的专法的，所以呢比较没有保障，所以社会会觉得说是打零工，所以大家都跑去做全职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值得改善的。反正我们在这边盘点了一堆，然后接下来就是劳动部其实已经不管假日了，这个是在内政部去管。那所以这个就是这10个版本到底要怎么样去整合，然后成为共识，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当然就还包含薪资的部分，然后如何改善员工环境的部分，法尊的部分，谈判筹码的部分，怎么样子去加强工会的权利的部分等等哈，都进行了盘点。那盘点完之后，当然我们就去做概念发展，然后目前大概做到这里。那所以我想这里有2-3件事情啊，3件好了。
第一件是说，这个题目它其实我们到最后归结的就是说，研究真的不够多。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去说，我们多放一天，多放两天，你知道多放七天对于总体经济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对于幸福指数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去更多做这个研究，这个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是说，确实就是我们透过这样联署的这个平台，它的拘束力并不是非常够，因为它只能拘束到每个部会就事论事去做回应，但它对于立法院的立法方向完全没有任何拘束力，它只能管到行政院而已。而国定假日法是要弄法律的，所以它必须要对要么就立法院要各党派都要进来，要么就是说要用某种别的程序去对立法院有拘束力。那当然这个最近当然大家都知道公投法通过了，所以就有朋友开始去酝酿说，哎，不是这种一个人提案五千人联署，而是说好像是不是两千多人还一千多人提案，几千人提案，然后几十万人联署，然后大家公投就可以去跟立法院讲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们现在在做这种联署的协作的东西，它可以变成一个 incubator， 怎么翻译，孵化器嘛，就是说去把大家的诉求去整理成一些可行方案，然后也许就会有人拿这些可行方案去提公投，那这个时候他对立法院才真正的具有拘束力。但是我不是在倡导大家去提公投的意思哈，我的意思只是说，现在我们已知有相当多朋友想要把这个平台去这样子去使用，这是第二件事。那第三件事情就是回应这位朋友说，是否确实落实国家的政策发展。我们在国家的政策发展里面，就是在施政方针里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开放政府。那开放政府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只是说我们在做的事情要透明的让大家看到，也不只是说大家要进来参与的空间，而是说我们在这样子整个过程要做成我们叫做政策履历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课责。那但是其实我们看全世界哈，真正能够把课责做好的国家并不多，这一切都是还在以全世界的角度来看，都还是在形成当中。所以我们目前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挑一些个案，然后在这些个案里面，我们尽可能把这种非常非常复杂的政策的形成过程弄成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状况。然后呢，不只是心智图而已，而且也包含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政策的措施，然后记者会的全文，然后甚至我们怎么准备这一场会议的这些东西，都用逐字稿的方式，用360录影直播的方式，用这些方式去让所有人知道，尤其是让其他的公部门的朋友知道。所以就不是什么主席才是啊什么，每一个部分的人只要一进来，他讲的每一个字哈，就会进入这个政策履历里面。那我们现在可能只有25万左右才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执行。那一直做到最后用政策履历的，像澎湖案或者是恒春的那个医疗资源扩建案等等，这些或电竞啊等等，这些是做的比较完整的。那我们在中间会不断的发现说，有某些东西它的成本还是太高，需要太多的人工，行政程序法还需要修改，或者是不管是法制上、也算法上还是作业程序上，我们一面试一面就发现说这些要改，这些要改，所以这些也都在改。那希望能够改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哎，大家整个社会的期待都是说，哎，公共政策就是应该要这样做。但是在这个社会的期待形成之前，我们现在就是在试这些东西的极限，然后试到某个程度，我们再去把行政程序法或其他部分进行预告的修改。所以这个算是具体说明吧。我们还在这个，还在路上嘛。有位朋友问说，请问对机车两段式左转的看法？因为台湾是学习日本的法规，而日本的两段式左转只有50cc 的机车才需要，请问对于重机上国道的看法哈？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协作的题目。然后反正有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开便利贴回答。OK， 我们在那时候盘点两段式左转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等一下，两段式左转，机车。对，就是说当然有些朋友他的驾车习惯还是两段式左转，我相信这位问的朋友的意思也不是要所有人都变一段式左转，那样是蛮残忍的。那所以这位朋友的意思应该是说，想要一段式的可以一段式，然后想要两段式的可以两段式，我假设这个大家是这个想法。
那在当时我们在做前座会议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帮助的是，我先自己承认，就是我从来没有骑过机车，所以那个联署人呢，就有一个联署人，他把 GoPro 放在他的安全帽上，然后实际去开两段，开一段上国道，这个先不管他合不合法了，但他把每一个这个驾驶的状态都用第一人称拍了影片，然后呢就实际都放出来。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贡献，就是大家都能够就事论事的去讨论事情哈。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的心智图，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收集之后，我们交给各个地方县市，有一些地方县市在收到之后，他们真的开始做一些实验，就是对于车祸，对于所有相关的这些事情，标志标签的重新设计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要交给地方县市？是因为按照这个交通部的机车政策白皮书，本来这件事情就是要检讨修正的，交通部并没有反对去修正它，但是每一个地方县市它对它的标志标签是有自治条例在规范，所以有些已经开始实验，有些实验结果还不错，那他们已经松绑了，有些呢也许实验的结果是一段式左转市场不会减低肇事率，那他们呢也许脚步就慢一点，有些呢根本连开始做实验都没有，那就可能需要地方的朋友给他们一些压力。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说，像这个题目的倡议的朋友，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是前一阵子在总统的 Facebook 上面啊，或者在其他部分上面啊，都会看到这个倡议者。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在中央能够做的，就是发机车白皮书啊，这些东西其实差不多都做了。那很多东西，如果你希望你住的这个县市也要跟隔壁的某个县市一样开始进行检讨的话，哈，有一些压力是要到地方县市去给。有位老师也说，现在的知识变得容易取得廉价，要如何保持自己的价值跟竞争力哈。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竞争力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过期的名词了。那对不对，我看中的是协作，看中的是合作，就是接长补短的这种能力。因为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题目是你可以一个人解决的，也没有哪一个学门是完全不变，跟别的学门中间不产生混合或者是混搭或干脆就合并啊的这个概念。所以与其说就是好比说青年就是很有竞争力很有创意，青年创业什么，我现在这边我宁可说跨世代创业，因为我们看到的好的一些创业题目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一些甚至已经壮年或根本退休了，他就是愿意贡献他的一些智慧人生经验的朋友，又或者说他解决例如像生长者或接脉者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些利害关系人这个群体也建来这个公司的团队，那这样子的事业其实成功率远大于单一的族群。所以这个多元的价值，他们，那你如果想回过头来，就是说，哎，这几个不同的利益关系人，每一方都说，哎，这个我吃过的什么比你吃过什么还要多什么之类的，其实他们就没有办法协作，那没有办法协作，就没有办法产生出创新的思考方法，没有办法产生创新的思考方法，那就算每个人自己觉得自己竞争力再强，价值再良好啊，社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知识那么容易取得的翻转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不再受某些人的资讯跟其他资讯不对等的影响，老师在讲台上讲，大家在底下就可以开始查维基百科说老师讲错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对等的情况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情况，所以也就表示说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在他自己记了多少，你不可能记得比 Google 多，而是说你在运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多愿意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去确立一些共同的价值，然后一起做点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共好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这个能力跟我们现在说的竞争力几乎是完全相反，那所以我当然是完全站在这一边哈。但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我也非常尊重你的想法，我们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价值。好，然后有一位叫做 Thomas 的朋友说，从言谈跟分享可以发现非常有效率运用数位资源，能否分享几个平时使用的管理工具或共同工作时候用的资源或者软体？我们自己在院里用的叫做 Sandstorm.io， 那我们中文化还是我们就是办公室的朋友做的，那它的中文名字我们现在是把它叫做沙聚云。那沙聚云这一套系统是自由软体，就是你完全不用付钱，然后就可以架，而且当时在群募的时候我也捐了一点钱，然后这是蛮久一件事情然后里面大家共用试算表的这一部分还是我写的，叫 EtherCalc。 那所以在里面如果大家有用过好像 Google Doc 里面的试算表共同绘图共笔等等的话，它基本上就是类似一套 Google Doc 的这样子一个 App， 然后也包含这个是像 Trello
然后里面也有聊天室啊等等的这些部分。那这些部分的特色就是说，首先就是这些全是自由软体，你完全不用付钱。而且你如果看它不顺眼，意思就是说，如果它有些功能你很想要有，但它没有，那你完全可以自己改，或找你会写程式的朋友改啊。像这个聊天室之前它就不会传那个通知讯息到 App 上，那这个传通知讯息的东西就是也是我们办公室帮忙写出来的。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上面，因为我们有请就是全世界目前应该是第二强的白帽骇客哈，台湾的 HICOM 队，就是被总统接见的那些白帽骇客来打这套系统，然后他们打一打发现说实在很难打下来，然后但是也有找到一些小漏洞啊，我们也都开放也都修正了。那所以这套系统是目前是自安处认证的，就是说基本上非常非常难打，应该是打不进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它在自己的学校的内网或其他内网加系统的话，你比较不需要担心自安的问题。那在这上面来开发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系统，它就比较不需要去想自安上面的事情，它就可以自己你需要什么就开发什么。所以我想这一套就是社群的，就是 Sensorm 的软体，它是一次把大家最常用的一些协作的工具都集合在这边，然后也有一个 App Market，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写程式，然后放在上面。大家最常听到的像 WordPress 啊、Wikipedia 那个 Media Wiki 啊，然后为什么还有下围棋的？然后反正之类的各种东西哈，都在上面可以去使用。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每天用的共同工作的工具。那我们对外的时候，好比像说演讲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坚持一定要用自由软体。所以好比像说像我现在在用的 Slido， 我就非常常使用。我们在画这种心智图的时候用的叫 Realtime Board， 啊，然后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用 Typeform 去做问卷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其实它也是一种协作工具，但比较是对外沟通，比较不是团队的内部沟通。好，大概就达到这里。有位朋友说，对于我的资料的整理方式很新奇，可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可以啊，我其实用的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是有笔的，所以好比像我主要的手机就是Galaxy Note， 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个厂牌有任何忠诚度，而是因为它是所有手机里面唯一有笔的一个手机。然后那同样道理就是，我是等 iPad Pro 出了 Apple Pencil 之后才换到 iPad Pro， 为什么？因为有笔嘛。那最更早我是用 Zoris， 再早是用 Palm Pilot，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任何就是计算设备，随身计算设备基本上都是用笔。那为什么用笔？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用打字的话，我会一直受到我已经知道的东西限制。那但是如果是用笔的话，我就是常常会鬼画符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东西来哈，所以其实它对创造力其实是差很多的，所以这是一件事。那但是用笔写下来的东西，它的坏处就是说它很难去做检索，那所以我就会去用，好比像这些都可以自动转成 PDF， Realtime Board 也可以转成 PDF。我们用很多，当现在又有 AI 了，就讲话也可以开始打成文字等等，用很多自动化的工具去试着把这种类比式很有创造力的东西都变成就是数位化的东西。所以像我们的这些白板其实本来都是手写的便利贴，那我们现在也在研发说，你手写便利贴一贴上去再拿下来，那这个上面就突然间出现一张一模一样的卡片等等的这种功能，我们办公室也都在开发。所以整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会用各种类比的快速共创的方法去做出大家的概念的发展，但是当它收拢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快速的自动的去把它数位化。暂时还没有办法自动数位化的东西，我们就用人工打字的方法数位化，然后再去进行全文检索。这是大概目前做资讯整理的一个方式。有朋友说，请问大学生出社会之后能力场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造成毕业即失业以及22K 的现象普及的想法看法。目前现在是28K 了，但是也没有好多少，所以想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我想最大的一个落差还是大家想要做的题目跟这个社会上面它实际正在解决的问题，这两个中间的落差。那我自己在就是4、5岁阶段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强烈，因为当时台湾是才刚刚民主化，然后感觉一切东西都有可能。但是呢，在学校那个教育仍然是在当年的国立殡仪馆的教育，他告诉你就是这个社会只有7、8种发展方向，只有这些才可能。所以这两个落差在我小时候是特别大的。那现在当然这个落差其实已经稍微缩小一点了，各位并不是这个
最惨的一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它的限制是更大的，所以在现在我觉得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只在自己的戏里面，也不要在自己的本来认识的生活圈里面交朋友。网络的好处就是你不管是在线上打 LOL 啊，还是什么 World Warcraft 啊，还是玩 迪卡 啊，还是怎么样，都可以认识一堆跟你的生活圈其实没有什么重叠的朋友。那但是如果大家只是在线上玩游戏，那其实蛮浪费的。所以说我自己的做法通常就是，我那时候是玩骂的，就是文字的多人游戏，那所以通常就是在线上玩一玩，然后理解到对方这个相当有才华，有领导力，有什么东西之后，然后就会说，哎，那你平常是做什么，然后就开始交一大堆社会人士的朋友哈。那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从很小就是这样，所以就会觉得说我学任何东西它跟社会想要正在解决问题都是有所结合的，并不是在一个好像都是同质性比较高的一个圈子里面去进行工作。所以我自己常常觉得说，企业的需求也是新一辈的人可以去 input 的，大家不管是激烈的抵制什么企业，或激烈的这个选择性购买什么企业哈，大家也都会这些企业其实也都会相当的在意大家的意见。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权力关系其实是比较对等的，绝对是有比网际网络之前要对等非常非常多，所以大家更能够凝聚起来，然后更能够知道说，哎，我们就是要做怎么样的工作，或我们要解决怎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很多大企业是非常愿意听的。那所以我想就是把大家都当做对等的可以谈谈的朋友，然后这个能力一方面就是你透过认识社会人士来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二方面去想说，哎，那我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我独特的生命经验可以带来什么，那这两个东西呢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哈。有位叫做 Longer 的朋友说，对于放置在我右后方的插画立板哈，有没有什么建议哈？这王浩除了好跟不错的答案之外哈，我其实这些像这几个，我好像刚刚这个参观洗手间的时候有看过，我比较像享受质感。好，那我觉得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这个你真的要我挑剔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明体字跟那个就是没有衬线的字体，它有一个。有点突兀的感觉，就是说我一看的时候会先被那个粗体的 sans serif 先吸引过去，然后接下来才是往上，然后看到那个字，然后那个图它反而比较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抓住我视线，因为它的线条笔画比起最底下的英文字来讲要稍微更细一点，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它的理解会是先从文字上面去理解，然后感觉上这个图变成插画的感觉，也许这就是创作者本来想要的做状况，这是 by design， 这也是有可能哈，也就是文案优先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这位朋友是把它叫做插画立板嘛，所以意思他也许这些真的是这些字的插画，那如果是这些真的是这些字的插画的话，那就又完成这个设计的目标哈。所以我想我没有什么别的建议哈。有一位画材上引号 BWS 下引号问说，这个请问我对年轻人左号九十后右号未来发展的看法，或是有什么建议的事项？我想我所有的建议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不要觉得说自己只跟自己同年龄的朋友有共同的东西，其实每个人他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你跟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是跨过网络或者是跨过世代，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发现说大家在对某件事情的喜爱上面，这个喜爱它是可以超过文化、超过世代、超过种族、超过很多东西的，就是 philia 就是对什么东西有喜爱的这个感觉。那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就是去多发展这种 philia， 就是你喜欢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创作有兴趣，那不是只是埋头创作，而是赶快去找到有类似兴趣的朋友，然后在这些类似兴趣的朋友，因为每个人社会位置都不一样，所以尽可能去找一些可以结合大家社会位置的东西去做。有一位穿亮橘色的那个哈，这个场上面有三个人穿亮橘色，我不知道是哪个。说当我必须要做一件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做的时候很有挫折，会用什么心情去面对？例如不想画素描哈，但是不画会被当掉哈。好的问题。好，
通常我做法可能跟你一样，就是就拖嘛，就是睡一觉再起来做。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既定的印象其实很难去改变，但是感受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你如果今天对于某件事情的感受不好，这个不是比较容易改变的。但是如果你对于这件事情你的判断是说它道德上是良善的，道德上是不良善的，这个很难睡一觉起来就改变。所以我希望就是你不想画素描的原因，只是因为目前你对于素描的这个感受是比较不好的感受，而不是觉得说画素描是一个这个有违天良的事情。后面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好，那前面这个如果只是你现在的心情或者是卡关或什么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对我自己了，就是在睡前去不是去画素描，而是去看别人的素描，去看跟素描相关的事情，去维基百科上面查素描，素描的历史，随便了，反正就是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但是你在做的时候是处于一个非常开心的情况，因为反正你不是在画素描。好，那然后这样子做一做，然后就困了嘛，然后睡觉起来之后，其实八九不离十的，就是你对素描这件事情的感受会变得稍微好一点。那这样子就是所谓认知行为治疗。那这个后面有一整套理论，我就不在这边讲了。但是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不情愿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只是你跟他的那个感受还没有到，或者是你还没有跟问题相处的够久，他还没有到一个你觉得你有灵感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通常就是以时间换取空间了。那但是如果你拖太久会被当掉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要跟当掉你的人讨论一下，就是说你会多需要两天或者三天的时间，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掉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谈判学的部分了，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个直接的用一种概括系的，这完全要看你谈判的对象是谁，他想要什么，他看中的价值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时候你又可以多了解一下你的教授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后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在几分钟之内讲完。学历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我想我不会在这边说学历很重要或者不重要，这会去看你要做什么。如果你要做的事情，它的那个文化里面，它就是会先筛掉所有学历不到的人。那除非你改变那个文化，或者你去别的地方做一样的事情，去不看重学历的地方做一样的事情，不然的话，学历当然就很重要。反过来讲，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根本没有人是学这个的，因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问。好比像说我小时候想做的网络社会学。我想要做这个学门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学门的名字出现。那这个时候学历就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有这个学位。那所以我想完全是看你想要做什么。如果你挑的刚好是在学门跟学门的中间，那好比方说你现在在这个夜空之中，你去看这个这是什么星座什么星座什么星座，跟你想去的方向刚好在这些中间，它根本没有一个星座。那这样的话跟你旁边相近的那几颗星就是你自己的星座，那这种时候学历一点都不重要。可是你如果想要去的地方，它完全就是一个已经被探索得很彻底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已经有很明确的学历的阶级的话，那学历当然就很重要。所以其实完全看你想要做的方向。好了，那还剩三分钟，所以我可能必须要跳着快问快答，问题就没办法念出来了，真的很抱歉。好，这个题目我想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认真的在做这种比较小的案子的协作会议，我们要培养出一个大家在不同意之中还能够彼此聆听的这样一种文化，未来在做更大的案子的时候，社会才不会被这个撕裂。那我自己的政治的理念是说，所有政府能做的事情其实民间都能做，大家只是有一个需要政府做的幻觉而已。那所以我自己在政府里面的目的就是一直把政府怎么运作让大家更明确的知道。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还是要靠大家，我们只要不要挡路就可以了。如果发现我们挡路的话，就可以透过各种这个创新实验条例、沙盒这些东西来让政府能够让开一些。然后有位朋友问这个哈，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说如果你不懂大的，你就从小的开始学。就是大数学意思是你一台电脑放不下，那小数学意思是你一台电脑放得下，所以你就从你在意的东西一台电脑放得下的去学就是了哈。这个数位软体整理大量资讯刚刚有回答过，基本上就是用数位化然后全文检索哈。那同样这个道理，这个的解决方式很简单，就是政府不要再去指定特定的几个产业，然后说这些才叫做创新产业，而是应该所有的产业都能够去做产业创新，就是目前基本的一个想法哈。想要建议研究哪方面，非常简单，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在研究什么你就研究什么，这个跟学语言是非常一样的概念。就是因为语言是人跟人之间讲话的，如果你旁边人在学什么语言，不管是电脑语言还是人类与自然语言，那你就是学那个，这样子你才有社群。所以同样道理，就是这些都是相同的事情哈。
这个完全要看这个社会的其他部分，你只看这个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去区分它是不是正常的。这位铺路路路路路路说这个如何在这两个之外去增强啊？这个其实刚刚已经讲了非常多，简单讲就是要多玩线上游戏，多组团，然后多把线上的东西带到线下，然后找到一些社会使命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叫做独立思考或者批判思考。那当然搜寻很重要，然后突破同温层很重要，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让它调动你的情绪的那个快思的部分去影响你去做逻辑判断的慢想的部分。所以看到任何东西也许都深呼吸喝口茶30秒之后再去进行判断，基本上就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哈。那该如何面对，那就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不然怎么样？这种事情本来就会一直发生嘛。那所以他去创业之后，他也是产业链的一部分啊。那可能可以开始谈一些合作嘛。有什么看法？我觉得现在的世界的状态跟那个当年上海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任何人在网络上面都可以有，不只是15分钟，而是可以有15个 follower 啊的这个持续的成名的情况。所以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可能没有办法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他一句话回答，但是我觉得我们同样最缺乏的就是一些实证的一些 model。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国网中心做一个叫公共民生互联网，希望从明年开始大家就可以透过各种机器学习的方式实际去看到每天的 PM2.5 哪些是固定污染源，哪些是不固定污染源，哪些是境外的。不然现在感觉上都是在拿一些很抽象的数字在讲，其实对于深化讨论并没有什么帮助。然后这位朋友，其实这三位朋友，其实我这个多数民意刚刚其实有讲过，他是在就是我们现在确认事实的基础上去问大家的感受，感受本身没有对错，然后大家提出越好的建议，就是能够照顾到越多人的感受的这个建议哈。那这个批评刚刚讲到精神按摩啊，这个强化玻璃心啊，这个指婚姻有建设性的部分啊等等，这些部分大概有处理过哈。那所以这个价值观其实也不一定都是冲突的嘛，大家在看到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不妨也抱着一种欣赏的这种概念。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认同这种东西啊，它是非常像是在换衣服，就是说你当然可以从头到尾都穿同一件，但是你如果刚好是做衣服设计的朋友的话，其实自己去进行一些价值观上面如果认同上的修改，甚至做一些混搭，做一些这些东西，对大家的创作能量其实都是相当有帮助的哈。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两句话回答，真的很抱歉。那但是就是关于这个普及行动支付以及电子商务，我们在 DG Plus 网站 DIGIPL.US 上面有完整的论述，而且还有懒人包，欢迎参考。这个也可能没有办法这个一下子就回应，那真的很抱歉，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一两句话回应，我需要知道很细的个案的情况。其实这两个也是可以共同保持的。我在入阁前我一直住在台湾，可是我一直在硅谷工作，那我就是透过远距开机器人等等的这些方式来工作。所以其实你 physically 在哪里，可能是看你在意的人在哪里，哪里的食物好吃之类的，那但是你的工作在哪里，只要你的这个工作是可以远距去做的，现在其实大家并不是真的很受地理环境的这个限制哈。那这个我被社会叫做视为什么，其实对我来讲没有差别哈。你叫我怎么样，跟我是怎么样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是觉得说，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好比像说我一出生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有激动的情绪，不管是很生气还是很高兴。那这个也许是一个缺陷吧，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别人正在这个吵得要命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当一个比较平静的协调的角色。所以我们无宁是把它叫做缺陷，也是把它叫做多元性，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怎么突破瓶颈？大部分的做法其实就是去看一些尖端的研究，尖端研究就是在突破人类的思考的瓶颈。所以如果看不懂的话，多查一些 reference， 然后慢慢看，就会发现说，世界并不是这个主流的这个样子哈。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天赋到底是什么天赋了，说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字它西元200年在三国时代出现的时候，只是说一个人的才能还不错，它并没有社会地位的意思，是在这种体制教育里面，人跟人之间互相比较，才让这个东西赋予了社会地位的意思。那因为我跟别人比较完全不是我的兴趣哈，所以其实这个词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哈。那这个刚刚有讲批判式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改善社会现况的方法，首先就是要
去了解社会，然后去融入社会，融入之后自然就可以看到说，哎，你创造是一些新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如果大家都有 coordinated action， 就有点像是刚刚讲的群众募资，各自都愿意改变一点点，而且也都看到别人愿意改变一点点之后，一次你就可以把社会做出改变。很多时候社会的状况卡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每一个人单独改变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先让所有人的价值之间能够串接起来哈。有一位朋友说，哇，这个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题目哈。我想就是说 buzzword， 就是任何技术都有一个 hype cycle， 就是技术的发展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很潮的时候，大家的期待会远超过，然后潮跌下来的时候又会黑掉哈。但事实上，技术的发展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像VR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现在刚刚才开始发展到你实际可以拿来应用的这个程度。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投入这个产业的话，你要看的是这个曲线，而不是 hype cycle。hype cycle 是你如果想要炒作啊，想要这个做 SEO 啊等等的时候呢，你要看的东西哈。我目前对这个并没有研究，我并没有什么看法。我目前对这个真的也没有研究，所以也还没有看法。但是未来如果这种公投出现的时候，想必我们 team 会稍微做一些研究哈。那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过我知道年终记者会上面会端出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完整的方案，所以我就不在这边破梗了哈。应该是下个礼拜会有这方面的东西。有没有必要存在？我当然是觉得说，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你都有看重跟不看重的事情嘛。所以每个人看剩下的其他人都会觉得有些阶级的差距或差距格局，就是跟你亲近跟不亲近。其实现在的问题只是说，整个社会是不是需要由上而下的来给这样子一种所有人都得同意的这种差距格局而已。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必要的。然后这件事情说真的，我也没有研究，完全没有任何研究。所以，但是我有很多同事对这个非常有兴趣，而且有参加司改会议的筹备，所以如果他在的话，他可以回答。但是他今天不在，所以没办法回答。然后我想，在现实面保持人类的价值的方式，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所有的 AI 它能够做的是把一两秒就可以做的事情冗工啊，去把它自动化，所以留下来的就是人类这个综合性的体会到别人的感觉的、共同创作的等等的这些。没有效率的部分，那有效率的部分可能会越来越没有价值，因为 AI 就可以把它做掉。所以我对效率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觉得可能过五六年我们就比较不会去强调它了，这个是一样的哈。哎，这个我也真的还没有研究。然后这件事情同时是一个短线噱头，跟它未来落实在未来生活中，这就是 hype cycle 的意思。我自己觉得它可能还要一两年，就是等它的无限跟它的眼球追击这两个 foveated rendering， 就是它要知道你眼睛在看哪里的这两个东西都做完之后，你在那个世界里面才能够跟人有实际情感上面的对焦。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它就可以有相当成熟的应用。现在看起来还要在一两年左右哈。那这个东西其实整场大概都讲过了，最主要的态度还是，哎，你要达成什么社会使命，你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那所以这个题目大概也是一样的，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分享自己学到的这个不同的维度，然后跟其他人一起组队打怪，然后来达成社会使命，解决社会问题。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唐方委员。然后我们现在要请校长，我们是一个像纪念品，然后来给我们唐凤委员。那我特别要介绍一下，这个是金山社区，也是我们系带着我们大学部，就是我带着大学部的同学跟所有师班的同学，在我们的社区所做的，我们上面的社区所做的芭乐书哈，从包装到里面的材料，我们的调配其实都是我们一起配合。然后我们请校长。好，因为它很独特意义啊，因为它营造了我们高音大跟在社区结合的概念啊，然后是由大学部跟硕士班的一起结合。谢谢陈委员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有些同学啊，那我这边有一个来宾，我要介绍一下，一个是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教育组郑启仁先生，我们谢谢他。那也要介绍一下
自动系系友会长的李景昌先生跟总干事王怀义先生，哦，非常感谢他，还有我们人社院的大家长，哦，我们的蔡淑俏院长，谢谢你。好，那我们就再次的感谢唐凤委员，哦，然后因为他晚一点还要再赶去再开会，哦，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唐凤委员，哦，这次这么莅临来我们系上做这场精彩的演讲。好，委员他们想要大合照可以。好，那我委员坐这边，然后同学要不要往前挤一下，往中间挤一下，如果想要上媒体的话，赶快。好，中间前第二排赶快往前面挤哦。